迷你世界最危险的地方，伙伴们你千万不要探索，我来告诉你们，任何模式都会嗝屁。嘘，伙伴们，有人说是岩浆，可是你们看，在创造模式下，我们在岩浆底下洗澡都是没问题的，对吧？并且是受不到伤害的，只有在生存模式下才会嗝屁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有人说是迷你世界中的虚空，虚空是迷你世界最危险的地方，可是我们在虚空之中行走是没问题的，对吧？那么危险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呢？伙伴们，其实就是当我们自由坠落，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高度。伙伴们，你们看，这个高度就是65，并且我在新版本中，伙伴们同样做了实验，在虚空中第65的高度，你们看，就会狗带，对吧？所以迷你世界中最危险的地方就是虚空底下的第65个高度，现在你们知道了吧？